Eat, drink, man, woman. 饮食色男女。食也不有有无一九九四年。出品的弟弟台湾朱清片有李安担任指导。一直有郎雄杨贵妹。前年和王宇文担任主演。剧情描述美琢磨等待三位女儿二回家吃饭的弟弟退休出事，面临的弟弟家庭问题有两大冲突，姐姐有彼此的弟弟生活有冲突，见过初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的弟弟家之观，描述九十年代台北的都会的弟弟两代关系。整部电影在台湾台北市取景拍摄，包括原生大饭店中正纪念堂、台北之屋苑等。一个评论说，随著左脚关系的弟弟发展和生活，似乎左位的弟弟每一个角落任务和观众一个惊喜，但是神是魔是对令人惊讶的弟弟，或许是如何赠予我们与这些人成为有有有无满就可作为视频，我们对的对的在这里到底是锋芒刚刚丰富和刚刚复杂的弟弟比提供最奢侈的一餐。一时四男女士一道美味佳肴，但也更多类似的食物对新长的弟弟东西。姚记住处处住在台北一所大房子，他的三个未婚女儿二家人花花水老师皈依基督教，古前航空公司执行航行顾问，学生也可以在一家快餐餐厅在饭局里的地点上或多都是围绕诸多找一个精心制作的弟弟晚餐，每个星期天的仪式，所有家庭成员的弟弟生活和爱。美魔又快乐必须先生是三个漂亮的女儿儿吃浪漫的生活新计划线，谁死乎死乎无法逃脱他们的弟弟父亲的弟弟左右。朱先生官夫在某些圈子里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人，但在国内他是另一回事。星期天为父亲和女儿儿共进晚餐，是一
中可怕的周末，家庭关系紧张跑，这么高的钱，女子生只能勉强强吃。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很多，我已经看到了寥寥几次。我想在坐的第一个位应该擦台。From the acclaimed director of The Wedding Banquet, the Samuel Goldwyn Company presents Eat, Drink, Man, Woman. The story of three sisters looking for a recipe for romance, and their father,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chefs,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ingredients. In this family, if you can't cope, you can always cook.Three women with a taste for life. And Dad, just trying to stay on the menu. One part laughter. One part passion. With a dash of intrigue, honor, and adventure mixed in. Eat, Drink, Man, Woman.From director Ang Lee and the creators of last year's surprise hit, The Wedding Banquet. Family life as you've never...